调查。中国广西的柳州市有一条商业街十分的繁华，但是最近有一批扒手非常的猖獗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胆敢行窃。是的，不过整个偷窃的过程都被警方的监视摄影拍了下来。注意看这个穿运动服的男子和穿黑皮衣的同伙，他们准备向在挑选光碟的顾客下手。扒手用随身携带的镊子伸进顾客右侧的口袋，但是没有偷到东西。两名扒手失望地走开，寻找第二个目标。对了，找你目标了。对了，是啊，偷了。这次还是穿运动服的扒手动手，另一名同伙负责把风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他们偷到一些钞票，在另一边的这个小摊前，另一名扒手用镊子伸进顾客裤袋，飞快地取走一个手机。手机。柳州市太平西街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，这里集中了上百家店铺，但是因为街道四通八达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扒手就能从小巷逃走，所以警方很难直接逮着他们。柳州警方这次组织了多名便衣警察，经过暗地里取证拍摄，终于将十二名扒手全部抓获，并且当场起获镊子等作案工具。甜到心里的冰糖。